捡回来了，你不就爱从地上捡东西吃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那是你男朋友啊。不是啊，那是香蜜的男朋友，前男友。他辛辛苦苦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做蛋糕，就想为他过个生日，没想到那个渣男他……去把脸洗干净，然后上楼，别把我家弄脏了。 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进警察局了。你在看什么？坐那儿。本来想明天再找你的，但现在你既然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今天。 我发现家里又怎么了？又少了什么？又打破了什么？能不能一次性讲清楚？我发现家里多了一样东西，那不关我的事儿吧？一本笔记本，封面是蓝色的。我的，你不是说没见到吗？重点不是在不在我这儿，是你想不想要回去？想。 到底想还是不想？又要睡一晚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一晚，是2个月。2个月？对，但你不用每天晚上都过来，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会通知你的。大哥，你以为你皇上啊？你每天晚上翻牌子呢？再说了，那本笔记本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凭什么不给我？讲不讲道理嘛？是有点不讲道理，是有点，是很多，这就是威胁。 我这是在跟你商量，那我不答应呢。我答应，那算了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2个月，那我的笔记本，我要是还给了你，你能答应我的条件吗？你真的有失眠症啊？ 我听说过很多治疗失眠症的方法，还从来没听说过旁边得睡了人的。我也没听说过，但它就是有效。其实这事儿很简单，你要你的笔记本，我有我的睡眠，咱们各取所需。要不然，我也只能每晚弹钢琴，吵到你也睡不着。你的意思就是你要睡不着，我也不想睡呗？对，我就是这意思。 不着急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，反正不止一次了，安全方面你可以很放心。对了，你今天相亲怎么样啊？我感觉那女的还挺不错的，大方得体。虽然长得一般吧，但生的气质不错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好像很喜欢你，你看那小眼神。 我是在为你考虑，要是你俩在一起的话，不就有人陪你睡了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赶紧走！我的笔记本。考虑好了，随时来找我。把门打开嘛！别关门嘛！